秩序不能当众挖耳鼻会被看不起，公共场所不嘻嘻吵吵闹闹不可以，坐车坐船坐电梯让人出来再进去，不能因为太熟悉就对朋友不客气，面对长辈要有礼，这都是基本道理。圣诞节应该还没有到吧？我怎么看到一棵绿油油的圣诞树自己跑进我们家啊？曾先生，真的很幽默呢。但是哈，圣诞树好过高腰裤。好了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美迪啦，可是李太，你今天干嘛这样刻意打扮？哎呀，就是要跟你讲这个事情，真的很讨厌。你看到这个人没有？他是非常有名的星座专家呢。就是他在预测说，我这个礼拜哦，他非常的小心，我会破财，会犯小人，还会有口舌之争。哎呦，真的极准，你知道吗？我买的那个股票哦，这个礼拜大家全部都涨了，只有我那两只被套牢了，这不就破财了吗？啊，那所以。哎，所以我才要穿成这样啊！因为星座大师说要穿一点绿色在身上，既然要改运哦，我就给他穿到极致。李太太，这么迷信不好啦！我去换条裤子。你看是不是极准？我已经先破财了，然后又犯小人。妈妈，你刚才说你会破财、犯小人、口舌之争，你好像还有一个没有发生的。真巧。等一下哈，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老公啊，啊哦，你口气这样差是怎样？什么叫做我不听你的话，所以股票被套牢？你辛辛苦苦赚，要不是我在家里面省吃俭用，你以为这些买股票的钱哪里来的？好了，不要说这么多了。如果你这样极厉害的话，我们家早就变大富翁了。那我还乱讲哎，不道歉绝对不跟你说法。妈，这就是口舌之争吗？超，太准了。都实现了，李太太，没事没事，李先生应该只是一时情绪哦，讲话太快了，没什么恶意。好美，乃迪你人很好，可是哈，既然大师都这样预测了，这就是我的命，我认命了。哎，没事了。天蝎座，天蝎座，找到了。最近学业上会遇到阻碍，考运差。月底方会渐入佳境，哦，怎么这样啊？要等到月底耶。真巧，功课写得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哎，小心小心，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，爸爸来。星座大师真准，学业上果然遇到了阻碍。喂，糟糕。来，先拿到旁边去，拿到旁边去，哈。考运差怎么办呢？哦耶，写完了。接下来就只剩下国语解释还没背了。嗯，真巧，对了，我明天能不能也来你家写功课啊？还有后天，还有大后天跟大大后天都来啊。大志，你就刚才说你天天都想要来我们家写功课就好了嘛。嘿嘿嘿，真巧，因为在你们家写功课很好啊。都不会有弟弟妹妹来吵我，也不会有时候妈妈就会叫说，大志来帮我切豆干海带，功课一下就写完了，耶、yeah! ！那你这么快就写完功课，剩下的时间要做什么啊？嗯，回家跟妹妹弟弟玩吧，或者是帮妈妈的客人切海带豆干。你看你还不是都一样。可是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事啊。唉，我想我了解，没办法，这都是密码。嗯，好，赶快去读书啦。哦哦。哇，曾巧，你要问你这个礼拜的考运啊，你们Mrs. Lee告诉我只有三句话，背背，超级背呀。Mrs. Lee讲的话非常的准 ，Thank you。既然考运会不好，那不管怎么念，还是会考不好嘛。
哎呦，你妈妈回来了哈。你妈妈？哎，要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考运变好啊？考运哦，啊哦，你要是问财运的话，你妈妈是有一大堆的好方法。这个考运嘛，要让自己的考运变好啊，曾乔，爸爸告诉你，不二法门，好好念书，充分的准备，懂吗？哎呦，哇，你看你又改变造型了，你真是，啊，圣诞节的气氛越来越浓了哈。曾先生，干嘛这样说笑？这是你不懂。命理大师提醒我说，我这个礼拜一定要配这样的颜色，要不然我会有血光之灾哟。命理大师啊，好，再加上你之前那个什么星座大师啊，哎呦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这都怪我最近实在太背了。小心小心小心，真巧。怪你是因为我太背了，既然也改不了，那我就认命了。哎，李太，你这句话说的就矛盾了。如果一切都是命，那不管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，都还是会有同样的结果啊。你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的什么配这个颜色啊，配那个颜色啊，还要买书，哎，去看看他们就说啊。我发现郝美在厨房里面叫你，好像东西烧焦了。烧焦了，厨房冒烟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赶快进去。我先进去。哎，赶快进去哦。啊哦，怎么会烧到冒烟呢？曾巧，其实李妈妈是刚好突然间想到一个好方法，可以让你的考运变得很好的。李妈妈，不用了。如果这都是命，那不管做什么事都会有相同的结果，所以还是算的啦。哦，你妈妈拜拜。这小孩在说什么东西，怎么都听没有啊？干嘛拜拜？我要来你家的啦！啊哦。你要不要在我家看完再走？我家的电视比你们家的更大，我回家看就好了。这个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电视比较不好 ，no good，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 NG 镜头。真的吗？真巧，你讲的笑话好冷哦。我回来了。爸爸，爸爸都在啊。哎，先坐下，先坐下。妈妈，爸爸回来了，快点，快点嘛。哦，什么事情啊？怎么了？这是先生的国文考卷，帮我签名。曾巧，你怎么才考72分啊？因为这次的题目很难，又很多，先生考不好，但是也考得比我差。不是你问了他们两个。曾巧，原来你今天叫我跟大志陪你回来写功课，是为了让我们帮你不被骂。哪有啊？大志自己说他想要来我们家写功课啊，因为他们家里很吵。最好是就是，我才不管嘞！我要回家了，大志，我们走吧，有人要挨骂了。星星啊，大志，曾爸爸，曾妈妈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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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一点啊！慢慢走啊。曾巧啊，你说你这一次考不好是因为题目很难，而且很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爸爸妈妈最在乎的一直不是你的分数，而是你的态度，你有没有认真在做这件事情？你为什么会有时间在考卷背面画图啊？对呀，妈妈看你写错的这几题根本不是你不会，你只是太粗心写错字了，而且这几个错字都是妈妈教过你10遍以上的哦。反正星座大师说我这个月命中注定考运不好，我也只能认命嘛。不用猜拳了，我快生气了。曾巧坐。爸爸。爸爸。认真听你妈妈说。曾巧，所谓认命，并不是让你什么事都不用做的借口，哎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要让你清楚了解自己所应该负的责任跟使命。比如说你这次考试，你说考运不好，那你是不是就应该要更努力的准备，然后更细心的作答呢？还有，你一天到晚在看卡通影片，你有看过哪一个主角会因为坏人的武器比较好，他的机器人比较大，然后他就不出来接受挑战吗？可是这是卡通影片，又不是真的。好，那妈妈再举大志做例子好啦。如果按照你的说法，那大志也可以说，因为他家里很吵，所以他就不用写功课，也不用念书了。
可是他为什么常常一放学就来我们家里跟你一起念书学功课啊？这么说，我好像比大智还要顺呢。嗯，知道就好。哎，妈妈好，大家好。哎呦，怎么样啊？大家还好吧？哎呦，我一看你这个脸色就知道你刚刚被教训了，对不对？要听话，来吃点心吧。来来来，点心哦，我这是排队点心哦。哇，有点心了。哎，先洗手。来，李太，这该不会是因为星座大师又说你这个礼拜必须什么破财消灾，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些点心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我们要谢谢大师了。曾先生，你也知道你的幽默感向来不是很高明，但是我等一下讲的话是好话，我不会再讲第二遍哦。哦。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啦，你那天讲了之后，我回去仔细的想一想，如果说命中注定我做这个也不顺，做那个也不好啊，那就跟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我想那么多做什么嘞？我就放轻松过日子。结果我老公真的打电话来跟我道歉呢。啊哦，都老夫老妻讲的那样甜蜜，素人搭搭。妈妈，所以这是破镜重圆点心喽。赶快坐下来吃了。哎，是是是，这极好吃。人在逆境的时候，常常会感叹命运的造化。不过啊，就像近似语里勉励我们的，烦恼非因别人造成，而是自己的心招惹的。烦恼从心起，也要从心灭。唯有自己才是自己人生的主人哦。只要尽力，我们的命运绝对会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就像紫月村里面的小朋友苦瓜。他最近也体会了同样的道理哦。再缓着点啊！哎，来来，缓着一点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当心！哎，快把汗抹干！用了我家的金创药，断骨散已经不打紧了，别担心啊。哎，我说孩子，你得好好的在家休息几天呢，可别再下地干活了，不然刚断的骨头可养不好啊。嗯，大高啊，跟爹配药去。嗯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来，谢谢苦瓜。陈老板那边我们给你请假，你不用担心啊。嗯，可是我这还有两日的账目没合呢，老板他急着要啊。哎，苦瓜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这个呀？是啊。哎，能不能麻烦大哥跑一趟，我把账本带回家去合，好了让我娘送去呢。好了，账本啊总算合完了。娘，哎，您帮我去跑一趟探行吧。好呀，交了账才安心嘛。哎，好孩子，你等着娘，娘送了账本就回来啊。哎，哎，陈老板，陈老板，喝，高大官人，喝了这一杯，交情就到了高家。高家这两年的炭，可得买陈记的，买陈记的。看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谁帮我盖的被子？
这不是苦瓜他娘吗？哎呦，是陈老板呐。你怎么在这里呀？哎呀，昨天夜里我给您送账本来了，看见您呐醉得酣，门也敞着，我很担心，就在厅里啊坐了一夜。你娘俩真有心呐。我听伙计说了，苦瓜悲叹砸了腿，昨天晚上我还说要去看看呢。您别劳烦了，您这儿啊也是一摊子事儿。哎呦，可不是，我天天都有操不完的心呐。也不是我说，这苦瓜一个小孩子家，根本不是干苦力活的料。是啊，干脆啊您别让他上学了，专心来我这里管账吧。哎，来，这个学做生意不比他上学强啊。嫂子，我这话搁下了，你考虑考虑。这，哎，谢谢老板关照，我呀得快回去了，苦瓜还在家里头等着我呢。娘，娘，您怎么一晚上都没回来？叫我好担心啊！娘，哎呦，娘走不了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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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。这怎么了？我娘一回来就说头疼，已经躺了半天了。嘘，你们两个说话小声点。哎，都怪我，害你娘的病又犯了。老板，您快别这么说了。请了郎中没有啊？需要钱的话你就开口啊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娘跟你转告了我的话没有啊？我娘，她什么也没说呀。哎，许是病得忘了，我跟你娘说呀，哎，要不你就辞了学堂的功课，专心来探行做个账房先生怎么样？孩子，我那里月钱多是不多，可也够你们娘两个的了，不比你苦熬着强啊。这……哎呀，孩子，你头脑灵光，是个学生意的料，以后啊会有大出息的。不行，苦瓜，别答应，有我们照顾你，你放心。对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是要我去上学啊。哦，这书我读得好吗？我能像虎子一样童子试考第一吗？我这书念下去，说不定连个秀才也考不中。苦瓜，你可不能这么想。我可从来没有想过，这读书就是要应付科举啊。苦瓜，我觉得你是在找理由，可真正的原因还是钱吧。苦瓜，哎呀，苦瓜呀，你还是念下去吧。我们大家可以给你捐钱呢。对啊，我娘的病已经让你们捐了好几次钱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这有什么呀？早上去看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在读《论语》吗？你又不像阿狗那样厌学吗？喂，怎么又扯起这件事了？我不还好好的在学堂里吗？对了，阿狗都在学堂，你能舍得离开啊？就是啊，这次我腿断了，我娘又躺下了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天命了。我看我还是别读书了，跟着陈老板学做生意实在啊。先生快劝劝苦瓜吧，他不想读书了，他想跟陈老板学做生意呢。别急别急，我还是想多听听顾华同学自己的想法。先生，孔夫子不是说过吗？
君子有三畏，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，也就是要敬畏天命，要敬畏大人物，还要敬畏圣人的话。现在离开学堂，大概就是我的天命了。每个年纪有每个年纪该干的事情，要长大了学做生意也好，但现在你们毕竟年龄还小，读书方为本，天命说的并非是向命运低头，而是应顺天承运呢。对呀，子路当年想打仗，孔子就不同意，认为他年龄不对，子路没听，结果很惨啊。虎子先生，你们都别劝我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救火呀！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快救火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我回去给苦瓜换方子，路过陈记炭行，炭行不在了。什么？什么不在了？就是啊，着火了呀！一把火将炭行烧了个精光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哎呦，这惨，怎么会这样？烧成这样了！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不懂得天命，就不能做君子；不懂得道德规范，就无法建功立业。不懂得分辨言论，就不能了解人。可是所谓的知天命是什么意思？我认为知天命绝对不是屈从于命运，而是应该知道什么年纪应该做什么事。是啊，对对对对。若是老天爷不让你读书了，也不会让你有我们这些一心帮你的同学呀。苦瓜，还是留下来把学业完成吧。看来这学堂的门你还没走出去就又进来了。子曰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；不知礼，无以立也；不知言，无以知人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不知道自身所负有的使命，就不能称作有德性的人；不懂得道理规范的人，就难以立足在社会；不能够分辨言论是非，就不能真正了解别人。真言上人说，不要小看自己，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志向与使命，这些志向与使命其实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，绝对不是任由那些虚妄的所谓的命运来安排。只要肯定自己的目标，积极的奋斗，每个人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开创璀璨的人生哦。